接下来是咱抽圣言的时间。顶礼拜有买无？有。爱讲吗？你讲。教育大家做伙来念一届啦，安尼想，较知影咱有背人吼来。知识敢若会当予人骄傲自大，爱爱者才会当立人。利人，爱得才能利人。格林多前书，第八章第一节。哦，对对对，袂歹哈。好啊，这礼拜咱的圣言哈是有上主保护我，我袂惊吓，人会使对我安怎？这甲今仔日的迄个搭唱应哈一个，迄个足近的哈。有上主保护我，我不畏惧，人能对我怎样？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六节哈，人会使对咱安怎？真正咱的瓦壳拢是伫天主遐，可能人也是环境，有可能足无顺利。你做做代志，为咱来讲是一个挑战。也毋过真正咱主爱大牛伯，伊爱咱、疼疼咱、伊保护咱，所以咱毋免惊遐。人真正袂使对咱安怎，所以咱求天主，即个圣言会帮忙咱，愈来愈行圣神的道路，嘛会当专心挖课，求天主降福咱。得下幸福。